得手，没看出来啊，你小子还挺能演。此番试探，倒是确定了一件事：那王弘照在护都营甚是不得民心，反倒是那位苏参领在百姓心里很是正气昂扬，不愧是苏大人的弟弟。是时候与那苏志南见一面了。东六，你为我传信，约他今晚太白楼见。 好嘞，你便是我兄长所说的龚俊武。 公子，正是。苏大人，请。我自来京，便听闻护都营奉命平寇逾半载，那流寇却只如野草久除不去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苏大人想必压力也是颇大。唉，惭愧。说到平寇一事，苏某有一事不明，实在是困惑许久。护都营人精马壮。 训练有素，实力必然远胜那帮流寇。可却不知为何，无论作战计划布置得如何精密，每次突袭都是无功而返，就仿佛对方早已未卜先知咱们的行动一般。大部队安全撤离，至于一些老弱病残，抓了也还得好吃好喝养着。若不是怕动摇军心，苏某当真是疑心。 咱护都营里是否躲着流寇的内鬼了？容我多嘴一问，突袭计划制定之时，在场的除了苏参领，可还另有他人？按说护都营乃属瑞王殿下治下，可殿下许是公务繁忙，几乎从不过问营中之事。制定作战计划之人，除了苏某，便只有王弘照、王议长。 苏大人，可是想到什么了？公子，可也是与苏某想到一处了。正午时分在王府会合，不可无故延误，知道吗？是，公子放心。 哎，护都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随意走动。
将秦待雨，聊写衷肠。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将秦待雨，聊写衷肠。得罪得罪，小的是来求见王议长王大人的，还请官爷代为通传。议长大人今日不办公，你有何事，改日再来吧。看来王鸿照此刻并不在护都营中，哼，如此便好办了。你是何人？为何鬼鬼祟祟在咱门前张望？启禀官爷，小的是老爷府上差来的。老爷差小的来请议长大人回府，说你是老爷府上的，有何凭证？这个，小的出门匆忙，腰牌忘带了。这样，官爷不信的话，可自去议长大人去太白楼喝酒了，你自去寻他吧。多谢官爷。公子，多积累人脉，才不会孤立无援。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。楚父对我好，我为何不能对他好？千金买妇，难消长门终老，终究是我错了吗？风流且随大鹏起，去留两昆仑。
公子，多积累人脉，才不会孤立无援。多积累人脉，才。完成补接任务，可以提示这接取任务。我们接取六个任务。Thank you.